你说这把我的压力大不大？我的压力相当大，那又如何？那又怎样呢？谁都阻拦不了我一颗要 C 的心，好吗，兄弟们？我鞋子一买就是为了转线，我吃完上路吃中路，吃完中路吃上路，一人吃两线，开局之中直接拿捏。兄弟们，还不明白吗？我不会给这个马可机会的，我直接站在人堆里面点他。注意小地图，小地图告诉我们鬼谷子没有过来。我要转到中路去抢河道之灵，河道之灵我不允许给他，但我的队友允许，那没办法了，兄弟们，我拿到了，并且他死了。什么？他敢偷吃我的药包？我少了一个小兵，要紧吗？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。他过来送，请求集合。你能开大吗，老弟？你大的开不了吗？不，他大已经开过。什么呢？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我的药包没了，兄弟们，来上路搞一波。他蹲他回去的位置，但没有蹲到，有人浪费表情。帮我拿河道之灵，快点，我要刷起来。他开了艘船，希望龙虾挡一挡，龙虾挡得好，他的技能空，他的技能也空。上路想给他一剑，来警告他不许摸这个塔了。他的位置大概是这里，那当然是中了，好吧？不要听他说话，没有意义，兄弟们。他在送，我的好兄弟是一次技能都没有中，好吧？让我挺惊讶的。告辞。我这一剑是必中，不用问，问就是打断他大招，好吧？兄弟们，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很秀？他会三技能回来，我能拿这个双 buff 吗？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好吧？我还是仁慈了。这什么鬼呀，我这个大招还能大闪的。累了。离了个大谱。给我中，
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他们两个人在我能拿人头的时候是一个技能都没有中，所以我打不过，好吧。按理说我也是压着马可打的，好吧，但是有一波鬼谷子加那个一起来搞我，我没办法。这个东西大家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就没啥好说的。等无尽战争。这还比较麻烦呢。这基本上有点难吃线了呀，现在。等后期，这两个卧龙凤雏话又多。他别想着去杀他呀，那个护甲被动起来他摸不到的呀，大哥。这什么鬼，一个辅助隔他两个，你说这两个人带着个控制个屁的用。
你说玩的火大，我要搞个红 buff。我们要守高地，点了一下反甲把我弹了一下吧，好像我不点他好像可以跑，还是能跑很远的。我点了他一手反甲，直接跳一手龙头龙的反伤，我人麻了兄弟们。这不杀了，这不都在送吗？等破晓呀，兄弟们！线都守这么累，非要跟着我一起吃，墨子也是要吃。啊，他怎么一刀把我秒了呀？万一我们能省个闪，这省了个鬼！我天哪！
程。我的闪现永远只有向前闪，好不好？往后一闪现不往前闪，那玩个蛇。上去了 1.8， 还不明白吗？我们不要漏，鬼屋子不能知道的位置，让他们太好打了。这头龙估计也得让，我们出去打打不了的。那个船夫各种绕，把我绕到脸上来，没法玩。该让让，就打正面。真是离谱。现在他们没输出了呀，要到脸上 A 两下人死别落视野了。请求集合。都站在那干嘛呢？啊？都站那。玩不明白，直接把风暴龙王打没。
跳跳跳。老关，我一箭没有射到那个，没有射到那个打野。我感觉我射到打野，我感觉我操作一下应该有。哎，也许能中啊，这一箭。中了呀，他们炸了。像一波不了了，试试，没有试的勇气，那算了，没有试的勇气，有送的勇气。什么意思啊？麻了。刷线，哎，还是难打呀！我又不能先露头，我要等他们找个好的位置。但他们这个位置，每次看到我就感觉我要被那个孙策绕到，然后找我位置，我就死。我们千万就不要动先手，你动先手就得死，没有人保得住你，你知道吧？看他们动不动手。中了，跳大呀！他为什么不第一时间跳大呀？我觉得真的奇怪哦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。